潘女神 Doris， 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珀澳湾身后面的海景是不是非常吸引啊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去看看这间三房套连储物室的单位啦。单位实用面积875尺，厅的阔度有3.2米的，面上大家坐在个沙发度望住这个60寸的大电视都相当之阔落啊。这个景观呢就是荃湾最煞色的景啦，望住汀九海景。由珀澳湾步行去荃湾西屯马线站都只不过是3分钟之内的步程。新世界发展商在厨房、洗手间的设计啊，又或者是配备的设施呢，都相当之有心思，同埋都是运用啲名牌炉具啊，西门子的微波焗炉啦。咁呢个储物空间咧都好足够嘅，连洗衣机咧都摆得落。咁啊，工人姐姐喺度洗紧菜嘅时候都可以望到呢个海景噶。厨房嘅另一边咧就系储物嘅空间啦，做姐姐房一样得。这条走廊呢就会去到3间房间啦，而2间细房的尺数呢都是均等的。这个单位楼底有3.15米，望埋个主人套房啦。如果购物娱乐方面呢，最就近就是对面有 Eon 同埋百佳，都是讲紧2分钟唔使已经去到啦。现时的耿厨房的三房套房货卖呢，其实只是寥寥可数几只手指，这个开价都尚算合理的，有兴趣呢一定要找回我 Tip 潘女神带你看楼啦，多谢大家。